你要做事，多人多多人会骂你，你要接受，多多人会欺负你，你要接受，你要说这段你的思维，很多人会骂你，很多人会欺负你，很多人会讲你的坏话，你都要接受。你可以这样子接受，你去做事。你不能接受，你就坐在一个地方，一个寺庙叫不叫？所以大家一样啊。可是我们都看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为众生出来做事，很多我们要骂佛陀、欺负佛陀、讲佛陀的很多坏话，还是释迦牟尼佛心都不变的。我知道我在做什么。所以我们一样啊，我们这个大家，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，所以我们很清楚，我们为众生做事。所以啊，我们啊，我也是要祝福大家啊，新的一年开始，跟我们一起来，为众生做事，为需要哪里，我们去帮助他们，这个是我们的快乐。需要哪里，尽量去努力，毅力，我们一定要我们的努力。一定要慈悲心，所以我们是在我们的传播地协会啊，我们第一天一进来，真的非常辛苦。我们的那个邵师姐啊、廷辉啊，还有那个林青、林青师姐、林老师他们咯，都一直准备今天的真的餐点，今天一进来都很辛苦，为了我们这个过年的，大家看这次过年了、啊，我们做的越来越好。哎，为什么他们的努力，他们一直来，才一直想方法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。强说那位黄师兄也是来准备两天的，说插花、啊，所有的花都是专给他花去他布置。做一样嘛，我们每一位都有，大家都有这个心啊，我们一起来。所以希望以后啊，多大家，我们尽量，我们要快乐的心，我们不要。一直放在烦恼的心在里面，大家看全世界都变化了，很多灾难。可是我们一直在想，哎呦，明天怎么变化？有什么灾难来？我们是怎么面对？可是佛陀教，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讲，你们要活在当下，你们的心不要挂在未来的，你们的心不要挂在过去的。我们今天努力，我们发达慈悲心，我们就不会碰到这些的灾难，我们可以多利众生，多帮助别人。所以大家别人看到的，别人碰到的问题，我们不会碰到。为什么？我们的心都是好的，我们都是发慈悲心。所以大家看到很多国家的灾难，然后一直在不停的来，可是我们不要这个烦恼。这个是世界的变化，谁来都没有办法这个救他们了，对不对？地球的地水火风是大地都变化了，都大灾难。可是我们现在我们什么来都我们要面对啊，我们要面对的话，我们现在要好好做，我们要发达慈悲心，要努力，这样的话，别人碰到的问题，我们不会碰到，我们都会保平安。为什么？我们心都好的，我们都有。所以大家，我们一个新的念，新念开始，我们向大家，我们的修行也是记住当真是蒙语，尽量把体谅，我们尽量发达慈悲心，看。为众生用神过来为众生说事，帮助别人，这个是我们的快乐，这个大家的快乐，我们给别人快乐，自己的快乐，所以今天呢、啊，谢谢大家，我的生日、做了那么大的蛋糕，我不知道谢谢他们了、挺会啊，都很努力来这个做，我都不知道。